这次相亲吧，我就直说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。那个，你有雅阁吗？没有。我为什么要把宝马换成雅阁？我是想说那个，你有两室一厅吗？没有。那我觉得咱还是缘分没到。我为什么要把别墅换成两室一厅？哎，讨厌！你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呢？吓死我了！我觉得吧，咱俩在一起以后，我一定是一个孝顺公婆、好好照顾父母的人。我一定能对你好。我给你生孩子，你生几个？我生五个。给你生一个篮球队，生一个足球队，不行生两个足球队，天天给你出去踢比赛去。你要不喜欢孩子，我就生猴子。是吗？你等会儿谈结婚去。我给你生孩子。我要生猴子，生猩猩，生一个连一个盘。精神病儿啊！我的天，你还喝呢？十五号到，吃饭去吧。是。妈妈，相亲失败了，咱家的条件不差，没有事儿啊。哎，这两个患者可咋办呢？十七号到，吃饭了，就吃饭。我不吃。一点没有意思。每篇全网最火实拍群社区，点击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公众号搜索每篇即可进群。